好听的一首《将军令》。那接下来呢，要由我们那个天域音乐协会所有歌舞的老师，然后帮我们带来这首《三寸天堂》。《三寸天堂》大家应该能够耳熟能详，因为它是那个之前吴奇隆跟刘诗诗合演的那一部《步步惊心》的片尾曲。这首歌曲就是很细腻，能够表达出那种想爱但是不能爱的那种柔情。这首歌能够细细的表现出来，那请大家一同来细细的。谢谢。